刚你来之前我就研究了最少二三十分钟，这东西实际上它是不太好装，普通家用车装的话比较合适，因为它的扣子，普通家用车的话扣两个就行了，我是要扣三个。装好之后呢，我试一下效果，也还挺方便用的，就是宝宝拿过来这边，扣上这边的安全带，再放到里面之后再扣一层安全带。是先扣好宝宝再扣外面那个安全带。我去演示一下。要不要脱衣服？不要，就这样，我现在睡着了，除了家里面哪里都好，哪里都能睡得很香，怎么动它都不会醒的。哎，起来，嗨，哪里都可以睡得很舒服，就是家里面睡不舒服，而且这样就很难系里面的安全带了。它里面是里面那个不系，要从这里，要从这里，我知道，那个要长大了才系吧。那就一重其实也是 OK 的，不要系那么紧啊，就这样行了。然后他要睡觉的话就把这个拉上，就可以保证一个挺不错的睡眠。会不会太挤了这位置，这个东西是不是挡着了？它是有东西挡住的，它不可能我一刹车整个头往这里撞啊，怎么可能啊。你看它睡得多香，脸上那些东西好一点了。对啊，用了药之后感觉整个人都舒服多了，但是还是不太好睡，要离开家才好睡，没救了啊。哥，这个会不会立得太高了一点？没办法呀，你看下面还是可以调一下的，还可以调稍微平一点，但是调不到太多了，而且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摇篮用。挡住了不好弄，这里是专门用来卡前面的，所以就没办法调了，这个我也是调到最前面去了。你前面好不好开车不要说调到最前面去，前面开车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个是什么？送的东西我不太清楚，等下我们去装一下其他东西吧，车里面的摄像头还有整辆车都还没洗，脏兮兮的。关门的时候小小声一点，还是很大声。哎，没消息。这样都不行。但凡我们在家里面啊，那个家里面门，大家都知道，很小心，他有一点声音，他都要醒。他这样都不行。哎，就是注定是奔波的命。刚刚还以为一下子就能装好的，结果师傅叫我把这个车子先倒好吧，其他不用我管了，要三四个小时才能装好。它主要是以前的这些线啊都是在下边这里的，要重新把它拉到上边去需要花很长时间。这大伯的车走喽。哎，别说这个小迷你还是空间还可以的，我这么大个人坐起来也还是有点挤。我就问了一朵又拿，问到又拿一朵。你的女儿不像好人呢，这个发型跟那个土匪一样。你的发型一样。刚才她哭的全身都发紫那种。哪里都能睡，就是房间里面不能睡。一睡醒就整个人都不对劲了，一直哭啊，哭到脸都紫了，然后身体都紫了，就是等于说缺氧一直不换气的那种了。啊，好可爱呀、啊！肉嘟嘟的，去，好胖的脸啊！今晚交给杨幂带算了，只要进这个房间马上就哭，在这里都 OK 的，没问题的，随便你在问题目。
在垃圾堆也行。啥啦？装好了，就这么一点点东西就可以拍到下面全景，就够用了。试验一下现在好不好用，这就是它现在的视角，上面往下拍的好处就是它的门啊各方面都是拍得很清楚的，如果装一个架子之后，摩托车架也可以拍得到，也可以调整它的角度，这样相当的方便。嗯，这个应该是可以调亮度的，调亮一点吧，这还挺方便的。哇，好清晰啊，但是我感觉这个位置也是不太够了。现在是第一次使用，还是挺不错的，这么点的位置都可以精确判断它的距离。回家了，沥青的娘家，终于回外婆家了。哇，好美啊，这天气。现在出门都有小车了。这是他的座驾。这是成功人士啊，别看他这么小，还挺成功的，就有专车接送。没事。他只要回来这里两趟了，都还在睡觉。他只要没有停下来，没有回去，都一直睡的。如果一回去呢，就开始哭了，就不行了。全职宝妈，呼，想不想出去啊？感觉我们两个都快闷傻了，不太对劲，还是要出去外面比较好一点。我在家里待了多少个月了？半年左右吧，不止吧，不止，那也是要是时候要出去了。我觉得最闷的应该是他了，你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面活动这么久，本来就是天高任鸟飞的性格，只要出了外面就不哭了。他真的就是在外面就一直睡觉，很好睡觉。我感觉你经过这里要在这个树门口拜一拜。拜什么？多子多福啊！你看，太夸张了。好多好多木瓜。Yeah.它其实如果修剪一下的话，那个木瓜应该会长大一点。对、啊、但是太多了。小也无所谓啊。沥青家也搞得差不多了，哇，有点那个豪华别墅的感觉。门口如果一封搭点什么栅栏呀，就很有感觉了。养养花，养养狗，养养猫啥的。安门大吉，好快呀、啊！就装修这么好了，农村做房子就是好啊，想要多大就多大。你也要有地才能想要多大就多大。哎，还是很不容易的，主要是农村这边啊。它的土地争议很大的，所以你不是说想建多宽就建多宽，就是这么一点点的。因为没有见过去，然后给别人都说。对啊，没有见过去，他都会过来闹一下。就是农村建房子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啊。嗯。他家即使是说不用，我们也没有见过去，他们也会说这个问题。嗯。农村是这样的，我看过一个人专门介绍农村建房子的视频。就是很多吵闹的。对，不要说外人，就是自己人都会有。开越野车。年轻人的第一辆越野车。你看这样它都不行了，天都黑了，天色晚了，准备吃夜了。烧鹅土鸡啊，开包了。这一次应该是我们这几年以来吧，4-5年的自媒体生涯以来最迟出发的一次。嗯，就是过了年就出发了。对啊，过了15吧就出发了。这一次的话，现在年二十几了。不止了吧？现在感觉已经过年很久了。嗯。关于我们车里面的一些需要装的一些东西，很多网友给了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建设性的意见啊。嗯。
回去之后我们再稍微改装一下，然后呢就可以一家四口人再加一只狗狗出发了，应该也不会很久，也就这几天的时间。好了，先这样，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，拜拜。